们新购的装备，侧边帐的边布感，设计概念应该是浴帘的感觉。因为我们其实不是做来卖的，量不大，你太快搓完就没事了。下次要搞久一点，弄个线包线的。我们新购的装备，侧边帐的边布杆子，就可以拉比较挺，比较漂亮。它是用魔鬼粘黏的，设计概念应该就是浴帘的感觉。它也可以往外拉下钉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可以往外拉，那拉鞋拉。好啊，感觉空间感会更棒。延长线不需要拿出来吗？用不到，大部分都用自己车上的电。
我们现在尾门这边也拉边布了，如果不想影响走动的话，这边就是可以往内折。留一个通道，太晒了会影响我做饭，所以现在要把它拉起来。晚一点太阳位置跑掉了，再把边布拆开。它现在会慢慢融化，是不是？融化之后呢？我们这个要倒，倒在哪边？要倒在这里，然后再盖就会变成。哦，用什么盖？这是做好的是吗？做好的，上面有图案。然后拆掉，我弄好。哦，用这个盖，它有很多种图案。嗯。点心时间啊。对啊，做汤圆。挑战五颗，很快啊，很快就快搓完了。对啊，其实蛮快的。五颗，我来挑战五颗。没办法。啊！哎，不行啦，会团结在一起。四颗，四颗可以啦。三颗就好了。四颗可以啦。四颗。哇，姐姐也可以四颗哎！因为我们其实不是做来卖的，量不大，你太快搓完就没事了。下次要搞久一点，弄个线包线的，锅底推一下就好了。我只要放一下就推一下，尽量不要压到汤圆，你感觉一下压着锅底顺过去。对，汤圆好喽。你有叫回来了吗？有啊，我红豆汤家里带来，这样省事很多哎。今天你请你吃，热热的下午茶最舒服了。对，看起来就很美味。好好吃哦，甜度很适中哎，好吃好吃。在弄什么？要生火啊，削木棒比较好点啊。这木头是比较硬啊，所以看你削的好像蛮吃力的。不好削，已经削不少了，应该够了。弟弟，你有用过火柴吗？没用过。没有。就这样戳吗？对。要有点用力。不是，你要。它是这个角度，拖起来这样，拖跨过去，然后有点用力跨。虽然没什么意义，但是很好玩。哦，我好高哦！对啊，你觉得这个木器炉比怎么样？当然这个好玩。所以这火也是可以爆枪。原本觉得这个的火没有木器炉强，可以喷射那么高。结果后来发现木头数量够之后也是很惊人，而且效率很好啦，就是它够开放。哦，被烟熏到了，换位置，换位置。他说我不敢看火。你说火太棒了。
你叫爸爸来帮你烤好了。干杯！记得转哦，要旋转烤。妈妈啊！啊，我就说不要太靠近啊！你看黑掉了。我靠近啊！我看离它很远哎。慢慢的就可以吃了。你的怎么那么焦？哦，我的融了。我没有，我越焦越好。200公斤吧。那可以啊。你们有几个小朋友在里面？头冒出来，头冒出来，我看。拜拜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嗨，怎么了？现在这个火很适合烤肉。对，就是木炭啊，这个火力就很足了，加上网子就可以烤。嗯，可以。忘记带到香肠了，不然就可以烤一下。通常人家用那个管子吹，是这个时候就要吹了吗？这种不用，现在没木材哦。还有木材，然后火不够大，烟又很浓的时候。哦，烟很浓的时候。嗯，可是烟很大的时候就是在闷烧嘛。对。就是空气不够。对。可是它这个够通风，底下也很多洞通风。所以刚刚弟弟都用不到，钛合金它温度高到一个程度，它会各种颜色，一直变，一直变，一直变，然后最后又烧回原色。哦，它都是一瞬间而已，所以很难，你不小心它就会跳下一个颜色，有紫的，有金的。所以我的意思是说，你这个熄火之后没有再用冷却之后洗完，它又会恢复原来的颜色吗？就会烧到它变什么色，它就卡在那了。除非你之后又有更高的温度把它洗掉。了解。一个吊床就完工了。这个吊床买的很值得，就可以让小朋友玩好久了。宇哲，你会不会头晕啊？很晕哦。好了好了，休息了。等一下吃的东西又吐出来了。吐一下。弟弟，你在这里干嘛？小心哦，人在旁边，不要那么靠近。早上已经把焚火台洗好了，这次忘记带到了常用的铁刷，只有这块抹布可以用。结果很意外，就是水冲一冲，擦一擦。就大概是这个程度，就是可以说摸的手不会黑的了。但是这四块挡风板，它高温之后它都是会变形，所以就是冷却后，你可以轻微的去搬，让它稍微震一点。像这个也是，它会变形，但是就是因为它很薄嘛，一搬就可以把它恢复。应该是为了方便携带，所以它只能做这么轻薄，去牺牲那个变形的问题。因为如果要到不变形，一定是要非常厚，所以我觉得这还是可以接受啊。